房煞气太危险，张伟忠跳出来英雄救美。快点啊！哎呀，你们是装什么啦？太可怕了！哎，你拍电影哎。所以我房间已经比较好一点了。我在这边超常被鬼压床。真的？对啊，而且我还遇过那个要跟我冥婚的，他还是去收才收掉的。我一直做梦梦到有人要跟我结婚。我要再回这了。不要那么远啦！不要那么远。你们两个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来。